头死了。哎，谁能想说东方不败也败在别人手下？据说是被灵狐大侠杀的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灵狐大侠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来相亲，陈莹莹，你也没兴趣吗？人在黑木崖等你。当人似云烟，穿越飞很远，早看破红尘，也不与世人周旋。逍遥一下，黑曜踏上江湖归路，坐禅我修行，不枉浮世虚度。灵狐公子，别来无恙。东方，你没死？怎么，你很失望？是你抓走了莹莹，是或不是？能奈我何？灵狐公子，愿此生，哼，如你所愿。啊！是谁？你希望我试试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到底想说什么？莹莹，直射！你看，人生万代，一人家国。人生万代，一统江湖。你这一手可是连我都算计。你不是很满意？